大众请起，请合掌。Yeah.
如是等等和沙数足
只要
皆日料。几间信举众等，悉念第二十佛事，且了之一句，如何举扬？琉璃池上悬明月，寒淡花间戏水奇。Thank you.
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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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教中道，为心佛一耳，为佛众生耳。心佛即众生，是三无差别。所谓心者，心有多种，曰若团心，乃现在身中父母邪气所生之事。曰缘力心，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。曰灵之心，是混清差而不乱，理三际以迷清，凛然独照，浊而不取，再圣不争，再凡不假，处生死流，离诸毒药于沧海，举念海岸，跪轮孤狼于中天，诸佛悟之，假名为心，众生已知，变成妄事。是以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，且心外无佛，亦无众生，为迷雾之有间，故凡圣而久矣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有佳语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期。既然如是，则经曰：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土有佛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，走不出唯性净土，本性弥陀也。由是而知，即见现前往生塔上众等神灵，其身也莲花朵朵，起目以行树重重，无一时不达莲花，无一念不依持父。甚如是，且到彼此心佛众生外，别有商量处也无。大愿尽离觉心安，必有花中有盛开，遥望金山池沼外，宝光常照玉佛台。
烦恼断，无量法门修。
誓愿不忠身，忠愿成佛道。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，愿生西方净土中。三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八宝爱慈
Bye.
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，及而无形影之象，然不想自然，非呼之而不导，佛身不作，非叩之而不彰。上来起见第二十系念佛事已圆，如上书君陀入如来大愿海中，出生功德，专为往生堂上众等神灵，洗除业垢，增长善根，舍此报怨，往生净土。但念自从古始，弃至今生，欧生俱来，如世浪以高低，原点太轻，任情风而忍我，于是循环诸趣，流转世身，业海茫茫，罪伤汲汲，匪夷发怒，何遂消除？刹摩以往，方愿当来，在劳法众，自心忏悔，发愿。
Oh,
恭送和尚回了。恭送法师回了。